数学课堂，比较粗细，小朋友，我这有一根白萝卜，一根红萝卜，你们能告诉我哪个萝卜粗，哪个萝卜细吗？我知道，白萝卜粗，红萝卜细。怎么知道哪根萝卜粗，哪根萝卜细呀、啊？ 我用两只手才能拿起白萝卜，红萝卜只用一只手就可以拿，这不就说明了白萝卜比红萝卜粗，红萝卜比白萝卜细了吗？这么说来，树桩比树枝粗，树枝比树桩细了。呵呵，我发现我们的大腿比手臂要粗，手臂比大腿要细。 大象的腿比小鹿的腿粗，小鹿的腿比大象的腿细。嗯，没错，看来你们都知道怎么比较东西的粗细了。小朋友，你知道怎么比较粗细了吗？我们一起来比一比，白萝卜、红萝卜哪个粗，哪个细？让我来比一比。 放一起好比较，白萝卜粗来红萝卜细，树桩树枝两相比，树桩粗来树枝细，大腿手臂相比较，大腿粗来手臂细，大象小鹿比比腿，大象粗来小鹿细，两两物品比粗细。 明明白白看仔细，小朋友想要知道东西的粗细是不是很简单呢？你可以试试哦。